就这些吗？现在的库银只够买这些了，一刻都不能停。朝廷拨下的军饷就要到了。兵部600000加急文书。 又是催我出关的，上面提到给咱们方饷和补充增兵粮，只字未提。轻点，轻点。 赵天烈，你当初说几天之内疫情必定减轻，可现在我的人天天在死，有增无减，这他娘的怎么回事？此次军中大疫，实在是不同以往了，好似鬼魂附体一般。你看，这麻黄桂枝解表，黄旗白柱补气，此乃祖宗传下的经方啊！我不管什么祖宗不祖宗的。 最多再给你3天，3天过后，要是还不见成效，就算督师不拿你祭旗，这帮当兵的也要把你身头破剥了。朋友们，督师啊，在座各位的名帖都附在外面的那些孝敬上，然后送到府上。 望大人笑纳，多谢各位乡绅款待。传廷驻军潼关，还得仰仗各位鼎力相助。那当然了，督师言重，为国分忧，实乃我等分内之事。诸位，哎，停停停停！实不相瞒，潼关军饷两缺，但国库空虚。 皇上无力拨调，今日本都来此，实为目想之事，还望各位解囊相助。国家有难，理应鼎力相助，但不知都师需要多少银两呢？ 以目前之势，至少缺饷10万两白银。10万两？多少？10万两？10万？这么多呀！督师啊，不是我们不愿意，这灾荒大凶之年，我们有些家业不假，可开销也大，朝廷里的各种孝敬。 也总得打点，实在是云不开呀。倘若潼关不保，各位手中的田亩、家中的金银财宝、妻儿老小。